空言未来一海相牛，我是阿牛，今天晚上要过来抓这个魔鬼虾。来摸一下，哦，搞了一条小鱼，不过这条太小了，要把它绑上，不要把它搞受伤。好了，把它绑了，哎呦，跑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。这个碗脚的是，我们又摸一下，要看一下有没有。它一般那个魔鬼虾都是在那个脚底下的。哇，这个辣也很漂亮。我摸到金狗回来。金狗，你看这个白虾这么大，这条应该有两个，漂亮吗？哇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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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天然的魔鬼虾的，这种虾要卖三四百块钱一斤。三两左右，看这么大。哦，你看，要一条魔鬼虾，你看这么大，漂亮吗？你看，哦，这个虾，要这样子搞出来。哇，漂亮！哇，你看你这两条胡须啊，这么长。继续，哦，这里，哎，哦，高高高，哇，漂亮，这里三两都有，哇，这个虾，一条就可以吃饱饭了，哇，你看，这里虾这么长啊，嗯，手巴掌这么大，漂亮，发财呀，找硬了，哎。就在这个碗脚里面，哦，拿到了，哇，拿上来，哦，好大条，哇，你看，哇，漂亮吗？哦，这手把掌那么大，漂亮呵呵。好了，现在回家搞了一次。好了，回来了，你看，来看一下倒下去有多少。哦，这个魔鬼虾长大，啊，这地方这么大，很脏满啊。好了，现在把它弄来吃，大吗？今天有口福了。哇，你看，比这个手臂还要大，漂亮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搞那个盐鸡虾，现在要炒这个盐。这个盐炒干的放在这里铺一下底，好了，现在把这个虾放进去，把这个盐全部把它盖住，现在小火急它10分钟就可以了，刚好去冲凉，走啊。好了，刚刚冲凉下来，应该熟了。好，过来看一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看，过来这么大。好了，拿出去。哇，这个盐鸡虾漂亮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等一下有朋友过来吃饭。好了，生活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，下期再见哦。